十一最近掉毛特别严重，你们都在吐槽。像他这种情况送去宠物店，那最少是两倍的价钱。我不是舍不得钱哦，我只是想亲自给他洗个澡。虽然不能让宠物店赚这个黑心钱，但是白嫖他们一点沐浴露还是很有必要的。沐浴露这不就搞来了，准备开洗哟，十一。洗澡去喽，小十一。坐好。包送你一朵小花花，哈哈，开洗了开洗了开洗了。哎，你逃得了，你逃不逃得了喽？别叫，你叫破喉咙也没用，我告诉你。别动，动什么？洗个头，乖宝宝，别甩啊！乖乖乖，洗头啊！洗头，洗头，洗头！哈！乖乖乖，乖了，洗个头了。好了好了，洗干净了，只需要吹干了。接下来，不，终于吹好了。你们看我的吹风机，你们看地上的毛，哈哈哈！接下来只要梳下毛就好了。小十一，接下来我们梳个毛。哎呦，这么舒服啊！哎呦，都快睡着了。哎呦。Nice， 椰子乖乖，你也要洗澡了哦！你看脏似的，洗澡。乖乖。好了，叶子，可以把毛甩一下，甩一下。哦，操，乖乖，又湿了一套衣服。Later， 叶子乖乖，洗完了哦。咱们也来梳下毛好不好？乖乖，哎呦乖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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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